最近打开这个，可能丁文都说，看看我做到了。大家来了，大点位啊！来，所有现场来，比如说，比如说，来冷饭了，来，好了，我们小文，来，所有现场来冷饭了。要不要吃的呀？来，两百块了。多点些招牌来，三百块了。来，要不两个？来，两百块。后边边一下，拢个白手机来收。来，两百块。Hello， baby。我啥来？我跑到前面嘞。多些招牌来。有一箱要挂呀，阿哥你有挂来无？两箱拢挂来。哇，你真厉害！哎，是 Michael， 还好啦，我已经都习惯了。下个礼拜我就会自带风扇了，所以就不爱吹啊，我无啊。哎呀，你带着我看到哈，就带去哈。你存几摆啊？你存落？你做一摆有存落？我一空不走啊！太老粗。来，铁板刀够水吧？超漂亮的神刀，来我爸爸。超漂亮的，真正水的。我还讲你无冰箱糖冰瓜的，我等下叫你来，这样买一罐来我爸爸。铁板烧鲑鱼，超漂亮新鲜，来，真多水的。生意不会啊，现在没什么好的。不用硬挤，不用硬挤，慢慢挤进来就可以了。你前排刚休息啊？你两个不休不休？报告呀。对啊。再来这样对啦。应该都会啦，都可以啦。好啦，那好啦，那行啦。两箱我做的一箱。是海浪啦，是海浪啦。风筝拿双补啊。那几箱海浪啦。来了来了，海浪风啦。好，带水拍水，带两个五号，我水。去啊，你口罩进来啊。去的去的。对啊，米金要跟江宏哥组合，就是一成曲啊，哦。不收不收。啦，你要讲几摆嘞？你话解个，解个咁只只嘛咁款。不收。来我爸咯。来500块。一百三不会有啦，要肩膀来我爸。哎，这身动真正够水的，讲袂人金钱哦。好。多少杯？到未啊？到。我说真的，这一箱我随便卖卖了。卖不卖呀？真正的三毛就真正新，真正好食，而且鲑鱼没有胆固醇，而且它长得那么漂亮。来，这样一盘五百，你吃要五百呀？就一百三鲑鱼，伊是咱六个人个尔，烫一盘等于蒸。卖不卖呀？蛮好心的，我改好心改改，你唔通等于卖呀？蒸了，你唔知你吃什么药？免五百，四百，来三百好。三百块，一人一盘，来铁板烧鲑鱼三百块来，一定要赶快。对啊，你搁袂晓用钱，我来做啊。我来，你只手解了啦。我陪你啊，我这边五百块的钱就来三百了啦。真的很漂亮，你们自己看。我觉得还是风扇会比较好。来三百，这边我来要吃鲑鱼吧。哎，美腿站来了，美腿站。谢谢。好，多谢您。好像美腿站，你不是很少下午？我五百一只啊，买三百多，是两个三个啊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三位捧场。来，先生，咁变我咯，再变哦，咁样变，咁变我咯。我黄章，小姐哦，你这房比较值。来，谢谢来。龟头吧，春哥，龟头。来，龟头吧，春哥。刚有卖过一次。萝莉黑啊，萝莉。萝莉。哇，萝莉黑啊。哇，你乖。哎，我请你干什么？农业以前的，来要吃白带，这个两百块三个人给你，我赶快，来两百块来白带卷，来白带卷两百，来七八个你来，来你三个都，七包七包七包，来两百六，白带卷两百块来，最后两位了白带卷来两百六，我手我袂伤伤伊啊，我。来，最后一个，来，再一个，两百块来。来，最后一位喽，真好吃，真正好吃，这无饲啊。认真记写的话，来两百，我发车拢给你，来两百，准接的。百块。白带都要交给我讲啊。来，还要吃龟头，单交过来啊。素形成满单交过来啊。啊，龟头够完的。准接先啊。哎。终于啊。终于。咱今仔龟头分收，听完，这是吗？老要吃，免五百，来三百块咯。龟头三百块，我要卖三个客人而已。谁要龟头？没有。那行，比较大量。你要先把
好多。来，三百块。三百块要给钱哈。来，加起来。来两个。来，三百。两个。这样子啊。是就解脱了，不叫发霉了。对啊，期末考，来上班，接下来就放暑假。来，这条解龟头。来，上班。最后一位了，来三百块龟头上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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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没讲龟头嘛，就解让给你。不发红。大哥你敢变我咯？对，有人点蛤蟆个虾啊。来龟头上班就少啦，来想要吃龟头，跟我讲，你跑拢去啊。小麦干也好，来一份给我，一份。两包。来，要是虾卷的，一人一份，来两百给我。超级好，这个手工虾卷，来大哥别急，冷放过来。一起备表啦，十表、十二条、十三条、十四条、十五条，一个十六条，冷放好多，秋干的虾卷，冷放好多。我三个了，来三个过来，手工虾卷，来我个包。来好，来十六条啊，来虾来。黑鸡都白虾，应该把鸡放白虾。我有够无？几多？剩几多条？哦，我去，这人家我发火了，这人家。来虾啊，这人开沙发，咩啦？我讲话你较真实的，啊，我卖袂晓真实。我你若爱吃，加买两包啦，免五百，五个人加食一罐，开四百，来三百，来两百咯。冷爆过来，野生白虾来，一人一份，两份都没关系。来，冷爆包完，海白虾冷爆。不要要几钱啊？不要要几？我要白包哦。来，海白虾来两百块。我看啊，没我呀。四个客人吃下了海白虾。不能叫我海白虾。来，冷爆过来。最后一位，冷爆海白虾冷爆，都完啊。哎呦，有四个客人，两杯没完哦。三个。来来，旁边旁边，四包三，四包三。这个时阵卖素食汤，敢那怪怪的。来，我吃完有一点。嘛是爱卖啦哦。无鱼没有。什么鱼没有？没有啦。要吃完哟。对啊。来回叫沙发过来，两包两片。没有想过，没有。沙拉白沙发，来两包完咯。这样子太累了。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，我身边至少还要有三个人帮我处理。没有。马上帮我处理订单，马上帮我抄写，然后马上要小买哦，马上要帮我对账，太累了。小买就好了，来后再便宜哦，再便宜，你进工厂还要带三个员工，太累了。本人比较贵哦，贵五块。再有钱都无够人，贵五块，就无够人骑骑车，开车都无够啊。来，要吃四神汤的，真正大包呀，弄掉啊，老板价三百块完，三百块来。龙玉四神汤，来三百块，这个物件敢那一大，敢摕这来给你吃，这一包一公斤哦，来两包给你来，真正好吃，来三百。那个跟各位网友报告哈，明后天不接受宅配啊，麻烦你们让下单，我有空再帮你们做哈。因为明仔哦，我要炒锅。相亲呐。炒锅，做不好嘢。第几页啊？卖萌啦，无啊，顶届我都看七八个啊，即届搁要加。身体愈来愈。我惊你身体无够用啊。身体愈来愈虚啊。我介绍两个啊。你走。哎，你啊，你了，顶届我无在条。哦。做问题未？我今个加一个啊。卖，峰哥，你的数字稳未下啦？今个加一个对象啊。峰哥，你的数字稳未下？卖三公我一天。伟哥，我介绍两个。两包四百块的素心汤，我卖你三百块银子啊！啊，无嘛少钱咩？这素心汤无俗哦，而且汤啊足贵哦，三十五粒吃的，咩啊咩啊，二啊五粒，免三百，超级好吃的。留一份给我。这大西做的呢，来落去啊，落去，这个阿贵啊！啊！大阿贵啊，贪叫娘，赶快存家，没啥百里啊，我来两百块。高中生会两公斤哦，两公斤哦，来两百块。无你有啥物目的？加了就可以吃了。高中生，你来这有啥目的？搞方便存家。等下嘛就会员嘞，赶紧存个两万块。还是要问移民？你袂记啊？还是怎头诶？看下无？
你等几盘啊？我艰苦啊，我等你几盘。哎，今日三个人过来，十分嘞，十分。来一件什么？不内件你就走来吃。来一件什么？吃。多干了。我要一个啊！我吃很多鱼，我吃了。那边吃一罐来，1000块，来要鲜鱼平板的，快点啊！来1000块。安哥，来帮忙收一下。没有要鲜鱼平板哦，要鱼块平板的举手。要鱼平板的举手。身上还有钱的举手。立马啊！太猛干了哦！等一下。来1000来。换了，你要先挂了。干什么？箱子。箱子啊、哦，箱子有的话再给大哥没关系。拿几千过来。大哥，来开气啊！来，请叫涛姐跟贾姨啊，来1000块了。不要带回家的了。哦，你要手机掉掉了。我领了，拿几千得1000块。还有人家吃鱼吗？拿几千得。这东西会发烧，怎么不要我？来1000块，不然你吃鱼要不？鲜鱼拼盘。我到这边吃了啊，来1000块左右，来海鸡煲海鸡门哦，海鸡煲一只好一点，来1000块来，叫涛姐让给金子来，这样1000块有没有吃鱼的？再问一次哦，来1000块，你叫不要给金子，阿贵我好厉害，是阿贵啊？没，放心了，没。哦，电话没啊？来叫涛姐金子哦。不要做生意啊！哇！来，掏钱一个。来，一个。大哥，你老方便，感谢你。很久没有买。你若敢买，我就敢送。这两尾就唔了，无吧？太贵不？来1000。有翻呢。来1000。来两位。喂，两位，你是从啥啦？加重高啦！来1000个，回头刀牌，有啊，我要放回啊！来啥来？老师嘞，无啦啦，我无高步呀，这次我搁买高步去笑呢。加来三个。迄个什么货？问刚刚鬼头刀牌。鬼头刀牌啊，什么货呀？有啊，有啊。来鬼头刀牌给我来。什么货？你要几分？我剩下一箱哦，你赶快讲，还是要整箱都给你。300块，来300。无啊无啊无啊，这种沙蟹啊，给配掉两。两份就好。没五百，没四百，龙小鱼来，来阿兄，来300路。这种沙蟹啊，给这样给四的来200路，200块来，不用300了，龙小鱼200块来。来200块。哦哦，没了没了。来，我给几块我来。继续来，来这关六个啊！现场客这不免容易等，哦，这现场给你。1000块。来，注意哦，你给我搞花的来，1000块来。当然有啊。没啦，只有我的对啊，没有我的啦。他叫鲑鱼送出来了。商品还没送出来啊。鲑鱼。我唔知。1000块。你明仔日相亲，你讲安尼？亲啊，你妈哦，别讲。我打电话，我来给你加麦的。6个。红心，你如果要宅配的话，你搜你在脸书上面搜寻新大港王中网的社团，你就可以找到了。我不送安尼少。今年要上班的无来哦。来，无多讲的可以。来1000。6个。你拍摄不人个哦，五个人给你哦。5个，五个，来1000块，来1000块，还有还没收入哦，来1000块，来招桃姐，哎，无人跟钱啊，1000块，招姐跟钱好不好？来1000块，我没有人拿钱哦，来，再来，上手玩，五个人跟你哦，这边蛋真瓜蛋的波料就合理啦，来1000块了。1000块，有姐姐到好不好？几块拼盘哦，1000块。我唔知你咩单价。小姐，帅哥，来，还有4个咯，来1000块。几个？一个而已啊。一个。
是恁电话啊？清蒸龙五十班。有人要领了。这只餐车正开600，餐车给你吹小尔600，吹破气的。来是清蒸。你这个家伙有没有了？六只而已，来1000块来九班，清蒸龙五十班，加两只。1000块了。个人要九班冇，个人要1000班冇。来5个客人而已，赶快。来1000个。来两个。不会少冇，冇只有这个少冇。哇，个人还要2块上涨了。来3个，耶耶耶，好厉害啊！进靠近都进。来，各两个进嘞。就是。进过餐厅价格，4.5、4.8。买台好啊。有这真正的国外人给你。哪里？来对了呀！小一波。最后两个。1000块啊！最后两个人出。下底有龙血，有鲑鱼，啊，有一只石斑，有一只鹰哥，两只黄鱼。安尼卖你1500，卖你1000块了，进来，五个人进来，赶快来，来1000块，快哦，快哦，快哦，最后一样哦，最后一样哦，最后一个，鲑鱼，最后一个，鲑鱼哦，来其他家公司啊，对啊，千块，哦，来1000块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千块，太巧了，这个什么，回来了。一个姐妹，一个姐娘，最后一个，还最后一个，这一包鱼啊鱼，鲑鱼下方，来1000块，我白的，我白少，我会让给你，来1000块了，1000块没有，够了，够了吧？春节的让给你拿钱钱，看不出来啊？能这样吗？1000块了。来出几个出来，我有出来啊，我有开始包啊。能这样吗？请客。一点好喝，一杯。来，我让给你，最后一位了。一下学我可以上。来1000个，1000块来。来，把我落起来。最后几个，能这样吗？请客。怎么了？最后一个。剩几个鸟？剩几个鸟？剩几个鸟？对吧？行。不要哦，收这一样。来，最后一个客人，来1000块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不可能再这样卖你们了。来1000块，最后一位。有了哈，哇哈。来，谢谢。来，同学。来，鬼头刀鱼排来。哎，什么东西包好的？来，虾子吗？阿弟。我叫个海贝黑啊。阿妈妹妹啊，阿妈妈真是的。大哥，谢谢。意大利面冷荤哦，什么会这杯冷荤？鬼头刀，哎，来鬼头刀一排来200块来。哦，这位这道做大碟呢，来6碟而已，来7碟8碟而已，还有200。这鬼头刀170块，再8碟再10碟，你给等于1000块来200块，最后两个人给来200块，一个人10块咯，超大块的哦，来200块，后边要煮要冷荤啊。哎，阿辉要买两份，来5碟，来2块，来8碟，来9碟、10碟，来你不要吃200，无我有200、加百啦，我直接给你看，来200块来，来200块来3碟，来5碟，来200，5碟来7碟，8碟、9碟、10碟，来最后一个人票，鬼头刀鱼排，来最后一位了，来200块，这后端你看到有这样的，来200块，剩9位了，剩9位，来200块。阿辉阿，你给几多包？剩9位。阿辉阿，总包的啊。阿辉阿，加2碟啦，加2碟啦。嗯。我阿辉阿，
好了，加油。好了，我改管就好了。不管了，不管了。不管管了，改管我替管。后夜，要来录个呀，后夜来三分。来，要吃蛤蟆料啦，意大利面啦，还要吃蛤蟆鸡饭，要吃蛤蟆包蛋，要吃蛤蟆火腿，要吃蛤蟆西餐三餐，都唔免啦，蛤蟆无少啊，你吃啊，刚刚来二十块，我都。20块啦，蛤蟆买20块。你看咧。你无听唔到，真正就20块。来，赶快20块哦，蛤蟆。有啊，拢买了吼，蛤蟆。累嘞累嘞，你这么恭维我更累嘞。意大利面。哦。来，你可以批判了啊。是吧？阿妈，我要找料，等下。我着急找料。九个，阿妈九个。等下要找几十块多来看你包里几多料。九个。对啊哈，蛤蟆九分，来，他都还没几千啊，一平板来，一口鲑鱼，龙血一平板，好喜欢去包几千，不像不像就，来光军光军，来个姐姐，来多多来，谢谢，来意大利面冷拌货，来200块来，阿辉啊，阿辉啊，冷荤我九分，你九分多少分？没有啊，他比他高的，阿辉啊，冷荤，阿辉啊，九分，好啊。来过来，阿伟阿伟，我来干紧。来干杯，说两百块，都吃无买着，较紧嘞，搁送一包给你啦。这三袋、四袋都50块，办到，摊车到用的。老尾只只买就200块变哦，100块啊，干贝酥100块，好吃的干贝酥哦，不是一般的哦，哦，这只摊车用啊，来100块来。米特旺，赶快出现，米特旺。来一百块办秘书，好话咧。我头讲到几袋啊？十袋哦，啊无十一袋哦，你话一百，十二袋，这人十三袋，召唤王大师，十四袋，十五袋，干贝酥，十六袋，召唤术，十七袋，十八，十九，一个提议十袋，等于钱等于整七十块，一百块，是无？过来要怎？我输你个赞助火的，一个客气十五袋，等于整等于钱一百多，25片干贝酥100块，把它叫人做都袂好，来收钱啊！你爽好话，你去算袂歹。准备6个。啊，唔收钱，还要要爽好话。哇，叫你要卖我。来一个25袋，无要少啊，无要少啊，那25袋一定做好了。因为你脚爽的，对不？来遐要500块来，两个人叫做台北的500块。我用召唤术召唤出来了。快，各位各位各位，轻松姐轻松姐，来我爸过来，你来上站姐啊。我用召唤术召唤王大哥，他感应到了，所以要出来。我讲做什么哦？叫你去搞买买，你敢知影？大你嘛买哦，不是几盘500，我一盘2个就对了。我来500块，来啦。啊，过来要吃虾哦。来500块，你够虾无？过来咱买一盘哦。我要带我，我要带我一块去。来，我包拢啊。